受佛当中。那因为下一堂课的人他就知道从二五一了，对不对？二五一前面有可能是不是十业，哇，是不是补缺真言，过来二五八阿弥陀佛，再来二五零安的话，啊，其实下面怎么办？我们就是不是要一次让他读完了，这样理解吗？好，那现在目前就是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的大脑一次就是只能一个萝卜一个豆，太多给你们没有办法。所以我们待会呢，大概我跟他讲完之后，我回向，我们就马上就是不要换衣服，就马上快速要去，我大概放给你们看为什么。地球海边他要讲什么话，有没有？因为假设我去接这种信息，那我们就都大乱掉了哈。所以你们要去看，你就知道每一个人的问任务就是什么，你就不会糊涂了。好，那线上的也是，因为他现在开展出来了，没有这样子明说，你的每一个人都傲慢。懂那一个，比如说你是一个音乐专家的那一个首屈一指的，会不会骄傲？会，就骄傲。比如说你是肩斋菩萨的首屈一指的，会不会骄傲？那世界那么大，你骄傲什么？我就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你只是一个那个小小的领域而已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联合，对，真正的大会集哈。好，来那个我们将这个棒子交给那个今天来主播。我们开始我们大悲咒七遍。